OK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是这个很长队 ，CD 很长队，多长？21、16，只有这一次是满，这一次也是满，哦，17，17，好，基本上就不浪费时间了，哦，我们已经要赶快做个通关的示范了，好不好？就不耽误各位时间了，哦。是你出场的时候了。哦，那个哈哈，你看看你，哈哈，那个那是我们工会的成员，对，他的名字就叫哈哈哈，你看看，他的名字叫哈哈哈，你看看。所以有时候我跟他讲话的时候，我觉得哈哈哈，他以为我在笑。啊，有时候我跟别人讲说，你看看你，然后别人问我说，啊看什么？所以在沟通上会有点问题啊。不过我知道他是谁的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你有考虑改个名字吗？啊？小主角没解放了，不用担心啊，用我这一队了 ，OK 的啦。哦，转的蛮多的哦。自从我们把玄霄请出去之后，转珠突然间变得非常的顺了。请记得你的水补石跟心补石 ，OK， 水跟心就好，两个记下来就好。水没变，所以心是木哈，心是木，这样就好。好，心是木哦，好。哦，基本上其实用这一队哦，掌握一个要诀，回复力哦，重点是回复力，不是攻击力，因为我们水队本身就已经队员不够齐哦，所以你要的是他回复力。哦，基本上这打到第十关过是没有问题的，第十一关哦，第十一关的话是比较危险一点。哦，因为它有 1.5 倍攻轮转哦，看一下哦，14791，我血量不够，所以要一波带走。不然在第三、第四回也会死掉。好，哦，现在断心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开支压死。哦，哎，好，被他骗，真的是浮石骗我的感情啊！明明就有心出来给他按下去，我真的被骗了啦，嘎骗！我速度也不多，不要骗。但各位建议还是磨一下 CD。刀下留人啊！谢谢。一康看到了，看到没有？一康回7000多，你没看错。所以这一队要的是回复力。想要叠出没那么简单。嗯，好像全满了。现在是 R 几 ？R 四哦，留一点水柱吧，各位。吸奶会开多久？开到通关啊？我故意挑比较难的啦，我是平民百姓火账号，就是我还挑一个水队来打，哦，基本上我是比较喜欢用大家看起来比较不容易通关的队伍来通关，欸，因为百姓可以通关，代表你们就可以通关了，哦，掌握要诀记得倒满，哦，因为主要是解成就了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好吧，就是开一波送他们走。哦，把你指定一下，我无把我指定。好，一个很轻松的 feel 哈。然后这个 OK， 五康伯顿，我们就做个大大的一康，好不好？
哦，这是竹溪丁。这次我确定没有看到骷髅头，不要再骗我了。哎，还是没骷髅头哎，可以再撑一下，没关系。哦，玩技巧，玩战术啦。白净最常教大家玩的就是战术啊，一个好的战术哦，哦可以让你住套房哦，啊一个不好的战术哦，可以让你上天堂哦，当然也有可能下地狱的哦。啊上天堂为什么呢？因为还就是乐极生悲，然后悲极生乐的意思。我是希望把这道门出起来。啊，有没有人知道隐藏成就是什么？隐藏关卡怎么进去？应该这么说，有人知道吗？开到打过为止。有人知道如何进 extra 的条件吗？你要换回血龙哥，我不打算回血了，因为我这个就是回血队啊。哦，尽量绿出，尽量绿出。哦，因为蛮反的。刚才玄霄被玄霄弄了一下下哦，哦，这种回复力简直是 OP 啊！靠，没把握，我刚刚有点那个，一把救回回来，你在被胖弟兜里啊，有点眼花了哦，那百姓几小时，没错。我已经26小时没睡了，加上现在这一小时是26加27小时。哦，首先这个新注一定要先做出来，哦，其他再慢慢做没关系。应该也是回合22回合，那就不像玻璃，因为我这次集两次啦。16加16啊，32回合啊！哦，我决定要先一波把这只带走。开错了，不能开这只球大。因为那次要配安倍的，好吧，开了就开了，还是得面对哈。这一波还真大波啊！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妙啊？不要算新珠，不要断新珠啊！中文听不懂啊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操操！他听不懂中文，有谁可以帮我用英文帮他翻译一下吗？难转的感觉啊！
好，凭借着我们的高超的回复力，加上这个死不断心的蟑螂意志，俗称打不死的蟑螂，好，你可以称之为蟑螂队，好不好？好像蟑螂队应该还蛮耐打的。如果连续两回合都断线，我只能说你太强。然后不过这样磨一磨就磨过去了，然后还进不到隐藏关卡，那蛮好笑的。我是有这样的感觉，不晓得各位的感觉是什么。进去应该是30啊，不是说听说要改变条件的吗？不是这么听说的吗？还是30啊？装好很妥之后，反正就两三康就直接给他轻轻弄过去了。因为现在是属于一个妥妥的地位哈，有把握之后就会随便转，好，看到啊，平民3-5哦，好，这个是最正确的示范了。好，新珠留一下啊。哦，没有过。没有过到 extra 没关系，我们重点成就解到，我们要12颗星嘛，呱呱一下，哎，很好，呱呱叠一下哈，哦，成就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目标先放在成就上面，好不好？呱呱叠一下，漂亮。超级喜欢看青蛙跳舞，不晓得你们对青蛙跳舞有什么？不是青蛙，啊，呱呱不是青蛙，啊，对不起，知道是鸭子。这种两秒转住百姓都可以这样随便转，相信各位一定是更轻而易举。好，其实我顺便可以出技啊，等一下搞不好可以进去隐藏关卡哦。各位不要太那个哦。蓝光卡我来啦！废物！呱呱！再跳！哎，不跳了，真是！当当当当当当，有没有进去隐藏关卡了？看的样子好像没有，因为他们这边闲聊，应该感觉是没有了。对啊，没有。好，以上是用水队通关的一个示范，好吧？谢谢大家。还要拜拜了吗？反正很累啊，我可以睡觉。那就是一定要啦，开什么玩笑？好，拍谁啊？我懂。啊，火碎就自己碾吧，好不好？各位自己碾，好不好？今天那个，我们就替各位用比较难的队伍来做通关示范啊，这样这一队就过得了。如果你觉得哦没把握哦，没有火队哦，你换个波比好不好？波比也可以，哦，两倍回复力也很够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实况就到这边了。哦，对，我们不要耽误各位的时间。我不想说是我的时间，好吧？好，好吧，好，今天实况就到这边，好，好，水成就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，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，各位，活着就自己加油了啊！